国产抗日神剧究竟有多离谱？都知道石井君喜欢妓女，我的不知道石井君喜欢制服的诱惑。时间回到两分半之前，咱奇侠半夜偷摸潜入八嘎阵地，没想到提前准备的证件是有问题的，那俩小八嘎直接就要嘎掉奇侠，然后喜欢制服的大聪明出来了，直接就展示了一波正确操作，然后反手给小八嘎一逼斗，奇侠也顺利进入了医院，而且俩人还和大聪明成了大大的好朋友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你们两个是偷偷的跑出去，我可以把你们两个偷偷带回来，以免被长官发现，责备你们。走，我知道一条路，可以绕过长官的办公室。你们看看，这就是好朋友啊！刚认识两个半小时，直接就把小秘密都说出来了，给咱奇侠都整不好意思了。逮着大聪明是猛猛夸：“哟西，你良心大大的好！”嘿。以后升官发财大大的。大聪明哪受过这待遇，高兴的牙都合不上，但肯定不会这么顺利。突然一个看着很屌的八嘎钻了出来，一下就识破了女奇侠的伪装。奇侠刚准备动手，这八嘎说话了：“都知道石井君喜欢妓女，我的不知道石井君喜欢制服的诱惑。”好家伙，制服诱惑，这次又来一个大聪明啊。大聪明一听这话，赶紧看了看自己衣服，也不知道他在想啥。咱奇侠也顺利躲过一劫，开始翻找起了文件。不过还是那句话，肯定不会这么顺便，不知道咋的俩人就被发现了。两个小八嘎拿着枪准备杀进去，不过咱奇侠瞬间就带入角色，给小八嘎判了死刑。你们的什么地干活？哪个亚路死了死了的。只见咱女奇侠两脚先踹翻一个，对着另一个扑哧一刀，转身再补一刀，两个八嘎双双倒地。就在奇侠准备溜走的时候，八嘎中的专业团队突然出现，给两个奇侠吓得不敢吱声。接着后边又来一群八嘎，奇侠直接被双面夹击。这次八嘎大聪明走了出来，想起大聪明的离谱操作，看来奇侠肯定是稳了。奇侠是赶紧去投奔好兄弟。他们就是刺客，我信任你，我的安全就交给你了。大聪明想起了这个两个半小时的快乐时光，直接演绎了一波对兄弟的信任。好家伙，忍者直接掏出来个香蕉是咋的？只见大聪明不屑地吃着香蕉，然后小手一挥，直接将专业团队全部围住。我一个刺客，你装得很像。谢谢长官。能看看这多有素质，就这样的大聪明，真的不是自己人派进去的卧底吗？神剧中的操作有多搞笑？真的，等叫你扛进七楼头。没想到现在八嘎里都有奇侠了。那干的事情差点直接给八嘎大哥气死了。时间回到两小时半前，小八嘎伪装成村民，准备偷摸潜入八路军据点。不过那还没走两步，发现有个人在挖沟。八嘎小心翼翼地靠近准备解决，咱八路一眼就看出来他们不是好东西，直接一顿电炮狠狠地整死了八嘎一顿。接着画面一转，咱八路是边跑边挣。大八嘎看到这一地装备，以为咱八路落荒而逃，那是相当的高兴，紧接着便继续追了上去。到了晚上，鬼子部队又发现了一个行军锅，这让大八嘎更开心了。能看这想象力多丰富，然后马上给大佐发送消息，那他根本想不到一个锅直接就让大佐乐懵了。韩国新情報を守って敵にバレないように韓国から取れます。一听这，八嘎也是赶紧去堆密码本，不过那是啥也没发现。这时一旁的大聪明说了，大八嘎用的可能是过期的密码本，俩人又赶紧过去查过期的，果然在上面发现了翻译。この兵は86分の15以上の近かった。大佐是有点不信的，立马让部下再次核实。不过这通信员也是个大聪明，直接问大八嘎是不是抓了个行军锅。大八嘎看着这消息又看着锅，那是相当肯定自己就是逮到个行军锅。大佐依旧不相信，再次发消息核实，确定是八路的行军锅，不是别人的行军锅。好家伙，那是非得说行军锅。果不其然，另一边大八嘎收到消息那是相当暴躁，表示一个锅有必要这么重视吗？然后再次对着锅反复确认之后立即回消息。
息，表示那百分之一万肯定就是八路的行军锅。大佐经过一夜的多次核实，收到这样的答复，当场就高兴蒙了。然后命令大八嘎保护好行军锅，等待自己前往会合，然后又调集兵力，确保自己的据点绝对安全。不仅如此，还下令出动飞机大队。咱八路看着八嘎这阵仗，直接就傻眼了。另一边，大佐和大八嘎碰面后相当着急要见行军锅。大八嘎小手一挥，两个小卡拉米提着个锅走了过来，大佐直接就蒙圈了，那是根本没想到这行军锅真是个行军锅。大佐看着这锅，那是迟迟不敢相信，想着自己为了这锅飞机大队都弄来了，心态直接崩了。这让大八嘎憨了，明明是恁非要看锅，现在让恁见到锅了，自己咋还急眼了呢？国产抗日神剧究竟有多离谱？时间回到两分钟半之前，这次小八嘎在路上摆上了关卡，咱七侠为了成功的过去，那真是想破了脑袋。最后通过小队长的多重分析，决定让女七侠进行美人计引诱八嘎。那小八嘎正搁那挨个检查呢，突然。演技非常的逼真哈，还搁那喊太君救命，根本不知道这编剧在想啥。紧接着两个奇侠装成孬种的样子，配合女奇侠演出，说自己是大大的好人，这老妹儿不是良民，要给他带回去好好审问。最后带着老妹儿就跑小树林了。这八个队长还想当好人，直接就让部下跟过去看看。这时候咱老妹儿又要展现自己的演技了。这一群小八嘎听着这夹子音是根本受不了，小心翼翼地朝老妹儿那边走过。而另一边，队长装作过关卡的样子，直接和小八嘎开始了血拼。只见队长推着小铁牛，一逼斗就给八嘎的机枪手解决了。能看这小老弟还穿个骚粉，猛男少女心呐！这次随后机侠们一顿操作，直接就给拦路的八嘎整治了。而女机侠这边，小鬼子正慢慢靠近，机侠跳出来就是一电炮，对着八嘎的钢盔是猛猛砸。老妹儿也不甘示弱，拿着个石头对着鬼子脑壳就是一下，能看另一位奇侠还搁那砸钢盔呢，非得给八嘎砸个脑震荡。清理完敌人，敌人顺利汇合，神操作还得看奇侠，五个人轻轻松松给敌人团灭。不过这奇侠看着相当眼熟，原来是直播卖假酒的嘎子，怪不得剧情能这么炸裂。之后还有哪些奇葩神剧？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接着看。